是我们自己研发口罩布的材质哦，特别去定做的一个纸袋，我个人的，然后就这样子套住，它会等到它开花授粉结束，然后形成小果粒，我们再换成纸袋，那这样子全程好可以减少10到15次的农药，所以来后面这边它就长成这个样子了，这么小就要套上了，好，就防止虫害还有露水的那种菌害，好，那这样子套上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工，这是糖糖甲醇的，糖甲醇的，但是这种的哈，这拉曼检测哈，是那个数值很高哦。我跟你讲哦，虫如果不会死哦，这个一定很安全。虫怎么有办法死？我这边都养没有，我知道，我是我这边都养天敌耶。他如果没有被那个农药中毒的话，这个是我们你们是师生，这个是医生来专门指定要吃有虫咬过的，他要吃那个。他知道，他说那个虫不会死，他也不会死。他说那一个才有所谓的天然的抗体。我们直接约在莲雾园里面采访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好多盖光电板哈，像这个你现在也都务农为主嘛，那看到光电进来，这个屏东范围很大哈，很大，这样子好吗？这个是一个灾难，不只对农业是灾难，对于整个环境也是灾难。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一个农业大县。啊，为了错误的能源政策，要搞到把我们所有的农地、所有的生活环境都破坏掉。嗯，我们都知道，屏东它是一个特产丰富，农特产非常丰富，它的莲雾、蜜枣等等呢都非常的有名，而且它的产季都在比全省都还要早，所以农民的收入。是不错的，可是最近这7、8年来，错误的农业政策让农民一直认为，种电可以获利，他们都没有想到20年后，这块土地就等于是一个荒废的地，要再种农作物，非常非常的困难，必须要做很多的复耕。那我在那边采果，结果所有的狗都狂吠，我说奇怪，怎么可能会有狗狂吠？结果我冲出来一看，怪手就从那边开进来了，然后就从那个槟榔那边就开始扎。这个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但是后来我们因为边坡保护嘛，就让它留着，有长一些芒果出来就帮它整理了，然后你看。他就把我前面一整排的水沟就全部都砸了，然后把土挖到莲雾树下。那这个沟是给大家前面那边20-30甲做行水流水师使用。他就把砸了，他说什么这叫农田水利地的地，他要挖，我不得干涉。我说不对哦，我是林田，身为水土保持义务人，我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怎么会有怪所就可以冒冒人进来挖？哦，那基于水土保持法，我就是报警嘛。那报警，他们就拿出所谓跟太阳能合作的合约书。那我说我也没有被知会，好，那我要理解到说，农田水利署防疗工作站他那边到底是为什么会执行这一项的业务，而我们没有被告知，就贸贸然把整条路的沟渠砸了之后。就认定说他们可以买太阳能管线，对，没办法通过，没有水就全部积往我们果园了、所以我这边不大能做最早的那一次的话，就是做现在过年的采收都往后做，那这样子的话造成我们的亏损，我们已经亏2次了这一片，对，那如果水倒灌的话，台风进来就整个淹进来了。没错啊，就让它淹呐、因为它就把它挖烂了嘛。这个还是农民哦、自己哈、为了维护整条农民哈、灌溉嘿排水，虽然它没有灌溉的功能，但是我们有排水嘛。那排水
的功能，所以我们自己不愿意再这样子摊方，就帮农田水利署做好边坡的维护。结果他来把它砸了，这我们自己出钱的呢。结果他现在告我们窃占国土。窃占？对，告我们窃占国土。你去出庭了吗？我出庭啦，当然也被起诉了。他的理由是说，我们那个铁柱有钉在那个国有财产、那个农田水利地上，那叫我们要腾空还返。我说腾空还可以，那你要来帮我们的水沟沟壁给做好，而且我们不能做煮水的，你必须要用生态工法，透水性最好的，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排水，因为横向的所有果园的水倒到我们这里，然后再往我们这一块这一个沟渠来流动。我们已经做第一步的牺牲，你不能让我们说还要损失不能种植的农地，因为它会煮水嘛。那如果你用一般的水泥工法，你就让这个农地不能自动的滤水，它就不能接受雨水的淋洗，就盐基会沉积在里面，那会影响到我们的土壤的一个土壤的排水效果。窃占国土，用窃占国土搞鬼，这完了得一个啊，一千万得一个啊。啊，你就是要恶鬼嘛？哎呀，唔，一千万得，这些拢是迄个农业部的啊。嘿，啊，结果这地带，他们用告的方式在搞农民哈，在威胁农民，这个是很夸张的状况。这个有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就是政府把水利会收归国有，它是违宪。虽然大法官解释没有违宪，但是大法官里面还有三位呢是保留意见，就是没有共识哦。那这些土地原来是农民捐出来做水利会的灌溉沟渠。变成农业部的财产以后，他反而过来把农民捐的土地，在他自己捐的土地上做任何的处理，就变成这个窃占国有地。农民变窃占国有地，这个他自己的土地捐出来，然后变成窃占国有地，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会认为这就是以前我们祖先的地呀、啊。我们要只是因为基于公益，我把它捐出来，所以在上面有些设置，然后也是为了要保护，让这个农田它可以永续的耕作嘛。对，那结果现在呢，它为了要维护自己的田地，然后设置一些措施，反而被政府告他说是窃占国土。这个其实这个是不符合人国民的法律情感了。对，那我也觉得说，检察官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其实还是要在多了解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否则的话，这个会让人家的感觉就是说，好像透过起诉，透过诉讼要来压迫农民，你要屈服于现在这种不合理的、错误的能源政策。就是现在大家批评民进党政府说他是集权政府，也不是只有这一个案子了啦。在过去，不管是军工教年改啦，或者是就有好些的案子，不当党产了等等的，其实包括救国团，对对对，是。那么这都可以知道，就是他的修法其实当时是不合理，对于一般民众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显不合理的规定，然后本来还期待司法院大法官可以维持公平正义，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大法官也是民进党政府所遴选出来的。对，是。那看起来目前大法官好像没有做过一则是批评或者是去否定民进党政府所做的政策是违宪的。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